不是我弄的吧？对不起，老板 ，I'm sorry。下次小心一点。欢迎收看女风泽 TV。为什么今天是你开场？今天是风泽 TV 特别企划之一日助理。为什么会有这么折磨的题材？被折磨你还我。既然我要当小云，那他就当我。所以今天你要打扮成我。好，我等一下扮男装。我今天就是真的体会一下，因为大家不知道，很多时候艺人幕后的工作团队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。但是我对自己的表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。你们觉得我能胜任这个角色吗？如果我胜任得了，那之后就来唱歌好了。不要啦。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？艺人的英文名字有什么 idea？ Michael。Michael。是我。Candy。Candy 很不适合我。Fisher。Fisher。Lisa 啦。Cherry。Fiona。那 Fiona， 那待会儿我在，你先去那个化妆准备一下，我们待会儿拿水给你。好，下次。好。Let's go。待会儿的任务就是请小鱼当我们这次蜂蜜的模特，这次的 concept。下一组看到的，这是噔噔 Y2K 助理的角色，就会帮他搭配妆法以及服装。这次的主题因为是 Y2K， 所以我觉得辫子的部分，这是我找了一些 reference 图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会帮姐等一下改成，就是不要这么砖的砖红颜色，就是让它在粉嫩感，就是更 Y2K 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先试试看。那 Fiona， 不好意思，你想要喝什么？今天想要喝咖啡。咖啡。跟工作人要吗？要。要。咖啡是少糖啊，微糖。无糖的。无糖。然后少冰。热的冷的几度？啊，少冰。少冰。哦，少冰。你们也要喝吗？要，一样。你们自己给你们自己的。助理要专一给艺人的，其他人的你们好送出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趟，是由下往下，由上往下，有差吗？其实我从小都烫到大，蛮会烫衣服的。外送来喽！哇，又来了！我的，这是什么？下单。他怎么放啊？外送来喽，饮料来喽。谢谢。你现在有需要什么吗？目前？没有。这么好。那我就衣服，继续烫衣服。嗯。Oh my god！ 要破了。不是我弄的吧？破、哦、啊！断了哎、欸！啊？怎么办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就一件的？一件。那我们这不是？那就穿这个啊！完蛋了！哎、欸，是我。我跟你讲，我怎么破成这样？怎么破成这样子啊？哎、欸，小泽。我看一下，应该。有了。就还好，有一件。对不起，老板。我衣服烫了之后，因为我们的布景已经好了，所以我们先测试光。待会我就会先站在小鱼的位置，但是比较矮，所以他应该这样子。好，想要问妆法，目前它的进度大概需要多久？5分钟。5分钟，我这边还要15分钟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公司没有什么太大预算，我只给你30秒。你要看，15分钟。好了，先访问。不能访问，我现在是助理，不能访问。可能我自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，所以我最后决定坐在 Fiona 旁边。哎，为什么你没有滑手机？你什么都不做？没有的，手机在。Sorry。
艺人要随时准备备战的状态，这是要考验大家的临时反应哦。好好心水，反正我又没薪水。不用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跟你站的位置在这里，来，这会把你最好的那个角度给我拍出来。For me, Fiona 夜被拍摄正式开始。哇，金价水呢？衣服真的很好看哎。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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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觉得它是很自然的。我看有几张，我觉得不错，这还不错，是一个插口袋的。好，双脚插口袋。嗯，双脚。不行不行吗？你们没有很难嘞，很难嘞，怎么做啊？谁可以双脚插口袋？好高难度！哇 ，perfect， 我觉得之后我就开始做助理好了。其实我觉得小鱼有很大的一个天赋，因为他每次都在帮我看很多表情啊跟角度，所以他自己自然而然好像都知道要做什么。下一套 ，Let's go！ 艺人换衣服的时候就是。最怕的是那个衣服会弄到那个妆发，我的头发会乱。现在有小姐来帮忙。好，你们还好吗？你们在里面聊天吗？你们在开会吗？出一点问题。还好，还好吧。那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好，我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，我确定一下场景有什么变动的。好。他刚吓我们，所以我要整他。滴咖啡，滴咖啡。怎么样？都有吗？有。哎，真的，我真的滴到了。但是你滴多一点啊？哦，滴多一点。沾到咖啡啊！你做了什么？我刚刚喝咖啡，然后翻倒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，平时说话嘴巴要关注吗？你们是在搞我吗？还是可以？你有带那个擦的吗？哎，擦的好像有哎，看一下啊，擦的。抱歉了。没事，扣你的薪水。越弄越脏了。吓死我！试试看一些比较活泼少女的，你帮我拿着，示范一下。确定吗？只是 reference 啊，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演绎这个感觉。想象你自己就是第一次约会，期待着遇到有可能会成为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。然后看到很多人在放风筝，很漂亮，就是哇！哇哦！待会儿我们就不要那个很可爱的玩，是这样子，比较童趣一点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喝水？哦，好啊。你继续拿。你可以一起看，其实一起看也可以做一些调整。喂，你喜欢哪一张？你先跟我说。我觉得有了耶。赞，收工，杀青了。我们来访问一下。啊，好累哦。什么感觉今天？拍照很不容易，因为不像自拍可以看到自己的表情，是别人帮你拍，所以会有点没有安全感。好难哦。其实，要顾的细节非常的多。刚刚在看照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也是有一种成就感吧。90，哎，不要。那十跟十是分两次下，你是不是？对，我就做理化，我应该还是最厉害的。我是100分，我是100分。然后我现在还是先回去我自己的岗位，还是好好的创作跟表演。但是
希望大家看了今天的那个主题会喜欢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。反正这次的一日助理计划成功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